我来看一下这一片海域有没有比较好一点。这个是什么？鲑鱼，剑齿鲑鱼。哎、欸，我打死剑齿鲑鱼了，有等级哎、欸，不是、啊、有图哎、欸，也是生鱼肉哦、啊，没什么特别的，不过有图鉴哎、欸，看来是不能收服哦，不然哪有这样挥一挥就有图鉴的，这么爽。我觉得这里该死的都死了，该死的都死了，所以我决定回到家里面，去那个月牙湾那边看有没有比较多的鱼类。我真的收服什么就死，有没有这么衰啊？这个。中了什么邪吗？感觉这片海域应该比较安全吧。这片海域下面有什么？哎呦，怎么一下就听到声音了？发生什么事情了？哎，我的风神被咬了、欸！双棘龙哎、欸，双棘龙在偷咬我的风神！哎，风神你怎么也不回应一下？就这样给他咬哎、欸！人这么好、哦，人太好。这里有没有？哎、欸，有哎、欸，这里有。哎咻，来哦，给我为我所用。来哦，哎、欸，这箭没射到。来哦。来哟！其实我都不知道他几级，我就这样射。来哟！哇，这两只好像都不错哎。先射完一只，再一只。哇、哦，氧气快不够了。哎，射死你！哎，他头往下了，换一只。海神君。啊！我要窒息了 ，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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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！ 快上去呼吸。快不行了。这个是跟这个是同一种吗？这个是不是也昏迷了？哎、欸，昏迷两只了，是不是？这是第三只吗？真的昏迷两只了，哎、欸，十字弩损坏了，那我要拿步枪，这个步枪就要在水面上了。咻！不要跑，不要跑！哎、欸，又倒下了。哇哦！这个还不能射，还不能射。哎、欸，射不到是不是？我快要射不了了。哎、欸，那只还没有哎、欸。咻！哦，在水面上看的不是很清楚。再游过来，游过来，再游过来，对，没错。你干嘛退了一下？在哪里？这里。他好像要昏不昏的，我很难打哎、欸。好了，有看到了，哇，到底要不要昏呢、啊？我只剩两发了，他太远了，我看不到。快游！哎、欸，昏倒了吗？还没，我剩最后一发了，昏倒吧你，求你了好不好？你再不昏倒，我只能杀死你了。真的没有了，我没有，没有了，我只能去做弓箭了，可恶！
你等我一下，我等一下就回来。我那个二十几级的，不要对我跑。哎，他还在附近游哎，很猖狂的在旁边游。这个不急，这个射晕几乎就可以说笃定收服了。他的恢复值很慢，射晕就好。来哟，大白鲨，巨齿鲨。哎，巨齿鲨为什么都在海底？过来哦，不要在海底。过来哦，过来一点。哎，靠近海岸一点呢、啊，不然我怎么收？呼吸空气，继续射。不要游！哎、欸，等下，他是不是昏了？真的还假的？游过去看一下，你是不是昏了？真的吗？哎、欸，昏了！回来补射两箭就昏了。哎、欸，昏了、欸！很好，我把鱼肉等你吃，鱼肉。很多鱼肉，这两只我也把它射晕了。等你吃鱼肉，应该很快就可以驯服了吧？不许，这个我也等你吃鱼肉。哎哎，下面这个下面有好多鱼肉哦，不是我点错只了，我想说为什么会有这么多鱼肉，也等你吃鱼肉。哎，驯化成功。海神君二世，哇，好快哦！怎么这么快就驯服成功了？海神君二世，这个叫海神君三世。啊，我要自习了，我因为命名到自习了，太白痴了！我现在要海神君二世、海神君三世，很快就有海神君四世了。哎、欸，又有海豚靠近我了。鱼龙来喂养你，你要好好吃哦。这只有八级，哎、欸，我没体力哦，我要游上岸了，不然等一下会溺死，耐力不足了，再不游上去会溺死。好了，没事了，呼吸到新鲜空气。哎、欸，两只哎，他们都来喂养了，来等你吃，你们喜欢吃肉。等你吃，还有哪里？这里，你饿了吗？饿了就等你吃，不要走太远哦。我会持续喂养你们。呦，有机会哦，这两只有机会。哎，第三只来了，多多益善，都来。嗯，我在这边喂养你们。哎，这一次快好了，味道快好了。我上一次也是喂了四只，结果三只跑了，有没有？吃我的东西吃得很爽，然后跑了。哎，那一只也跑了。你不要跑啊！你怎么游这么远？你们来蹭吃蹭喝，蹭完就跑了。哎，这样不对哦，赶快游回来！不要蹭完就跑啊！我喂你们很辛苦的。不要蹭吃蹭喝完就跑啊！回来哦！那个快要成功的那一只怎么跑了？真的是吃饱就闪呢、欸！哎、欸，这太邪恶咯。我不可取，这种行为不可取啊！吃饱就闪，不可取。哎、欸，你们吃完我的鱼肉都跑走了。太不可取哦！你们这些鱼肉小偷，回来哦，鱼肉小偷！我被鱼肉小偷骗了好多肉，他们都游好远。可恶！我去看一下我的那个，哎、欸，好了，巨齿鲨好了，32级哎、欸，这只好高级哦！太好了哦，终于有安慰一点。鱼肉小偷回来！鱼肉小偷，喂死你！哎呦，你们，我还以为你要咬他嘞，不要乱咬哦！
我是要喂养，好不好？鱼肉小偷们，又要重新再喂了，最好都得有卡着。这只是不是搁浅了？搁浅最好。另外的几只喂一喂又跑掉了，所以搁浅的最好。哎，一半了，一半了，你最好不要等我出去，就在这边卡着，以免你吃完我的鱼肉又跑走。你们好，很好，海神君、风神君，你就卡着他，不要让他走。我们的鱼神又回来了，二世鱼神二世接受，终于又回来了。火令人感动，这里有什么？二四三四，等一下，奇怪，四四怎么不见了？四四没跟上来吗？哎，四四人呢？我去看一下。哎，四四怎么还在外海啊？哎，你很大牌哎，你怎么不跟进来？你在大牌什么？啊，你为什么不跟着我游？你在大牌什么？别人都跟着游了，你为什么不游？好大牌哦，跟着我走。来，不要耍大牌，好不好？你卡住了吗？你不要耍大牌哦。他怎么游起来笨笨的啊？你是太重了吗？东西太多，我在你吃太多肉，让你变得很胖，游不动。有这种事？那我慢慢游回去。好了，都带回岸边了，停在我们的小码头，停渔港有没有？够了够了，今天满足了，好不好？收服了，最后有收获了，终于有收服了四只，三只巨齿鲨，一只鱼龙。我看一下有没有什么鱼龙的鞍。因为我都没有学，我都要靠他们，靠鬼鬼和巧克力。我看一下柜子里面有没有，柜子里真的有一个鱼龙的鞍欸！我天哪，鱼龙的鞍，拿起来啊，放上去，我要来骑一下鱼龙了。竟然有，太神奇了！把鞍放到鱼龙身上，会咻，有鞍了，骑乘。呜、哦！我是海王子，好帅哦，好帅哦，海王子，好舒服哦，哇哦，好开心哦，可以潜到水里。上天下海，哇哇哇！好了，我赞叹完了，好不好？我不应该赞叹成这样，满足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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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集再会。拜拜。